嗨，大家好，我来自北京虎形科技有限公司。接下来呢，由我教大家如何安装马桶专用接头。将马桶专用接头与疏通器的出气口相连接，顺势拧紧。最后呢，用我们工具箱的扳子把住，完成。首先连接电源，打开充气开关，充至4个压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你也许被这些堵塞物所困扰：果皮、沐浴乳、口罩、香皂、搓澡巾。卫生巾、袜子、纸尿裤。马桶完全堵塞，接下来让疏通器告诉你它是如何通的。所有堵塞物通通被打通，接下来由我教大家如何使用手动式气量头。将我们气量头拿出，与管道疏通器的出气孔相连接，顺势拧紧，用我们扳子卡住，完毕。这款气胀头是通过手胀将气胀头胀开，与马桶内壁紧密贴合，完全达到脏水不乱溅的效果。